兰州朗读者第二季第十二期主题：故乡。诗人郑愁予，导演贾樟柯，作家余华，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巴拉格东村落筑路人斯纳定珠将在朗读者和你一起分享关于故乡的故事等等。这跟崇明有什么关系呢？悄悄告诉你，除了这几位大咖，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在崇明录制了外场部分的朗读。他是谁呢？都去了崇明哪些地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如此有意境的场景，你能认出是哪里吗？你是否也有坐在白色椅子上朗读一段的冲动？来看看央视镜头中的 TA 是不是美呆了，这般唯美的场景就在你我身边哦。画面中这位深情回眸的老人是谁呢？虽然看不清脸孔，但能感受到他不俗的气质。走近仔细瞧瞧，难道他是余秋雨？没错，就是余秋雨本人了。今晚他将在朗读者节目中有精彩表现。作为外场嘉宾，他朗读时的一些场景是在崇明拍摄的哟。先剧透一个取景的江堤，作为崇明人，你是不是曾经走过这里呢？于老可是相当敬业，冒着30多度的高温拍摄，对每个镜头都认真回看，一丝不苟的朗读者第十二期故乡。这期节目的主题故乡加崇明美景，一定能够勾起你对家乡崇明的深深眷恋。今晚20点锁定央视综合频道的朗读者节目，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们你看到了哪些崇明场景吧。故乡是一座桥，跨越岁月的羁绊；故乡是一道虹，连接起新旧世界的交替；故乡是一根线，牵引着不管多远的归人；故乡是一份沉甸甸的爱，